三角菇超爱钻洞了，哇，这只有大嘞，应该是这几年最大的。啊你啊喂，这个要怎么弄？哇，看到尺花在下面翻，结果中尺珠。哇你嘞！啊你啊喂，干，吼吼，哦吼吼，哦吼吼吼。超级大个啊！超级大只，三十几啊，呢恐怖！哇！啊呢喂！来来来来来！哎、欸！哇靠！不要软本，不要软软的，对对对！哇哩嘞！超级咕咕咕啊，三十几啊，哎呦，还没有吞钩子耶，还是难得，我反应好够快的，哦，像鲶鱼一样哦，抓完把它一样给它叠起来，哦，像这种太小的对不对，你不需要的啊，你这样叠在这边它它不会走起，它还在这生，你看顶顶一届塔有无？伊网啊拢生出来啊，有无？嘛是阁有开膛有无？伊袂老去啦，你看，你就把它叠着，然后这种吸虫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抓你要的，这里面还有小只的，对不对？你个塔，你要叠你摕起来，那个塔安尼。它来了吼，虽然台风来是没办法啦，台风一定是冲走的，但是没有台风来的话，没有台风来的话，这边会像这种中小型的，我们不需要，对不对？要它登梯，它还会在那边继续生长。对，啊，咱要直接大，咱抓大啊，啊，你细只留落去哦，伊嘛接个只。你知道，像我们要需要这一只，那你一颗石头可能就有七八只、十只，但是你只需要大只的那一两只，像这种中的我们不要，对不对？嗯，中的不要。你大只，你要滴的你摕起来，啊，你今麦搁甲塔，搁塔条的。伊就搁拾起来啊！哦哦，这个就多啊，规个结满满。哦，还有一只那个大只的水蜈蚣，水蜈蚣大部分都来吃吸虫的，它这个弱肉强食。哇、哦，这样嘎，而且它大部分都在吃吸虫的哦，也敢嘎哦，我靠呀，会听嘞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两只嘎落去会听嘞，不是会听嘞，这要钓这个头才有好用，而且钩子要超大的，要弹底的，嗯，对你拿你需要的，到时候这边剪完。再给它贴回去，这样子吸虫一样会在这边生长，它会把这个结网吼，它会更怎么样？更凝固啦，更团结，水冲不走。只要不是台风的话，它吸虫保存量都会很好，而且你会多一个一层一层的，可以像这种一层一层的可以钓鱼啊。中了，你只要插进一洞里面，哇，三角菇啊，好大哦！哇哩嘞嘞！我以为是大九班哦，大三角菇，它要尺菇了，超过30，哇！哇哩嘞哇哩嘞！等一下，不能让它钻进洞里面。三角菇超爱钻洞了，哇，这只有大嘞，应该是这几年最大的。啊你啊喂，这个要怎么弄？哇！
看到此花在下面翻，结果中此珠。哇，你的！啊你啊喂！上！吼吼！哦吼吼！哦吼吼吼！超级大个啊！超级大只！三十几啊，你啊恐怖！哇！啊你啊喂！来来来来来！哎、欸！哇靠！不要软本，不要软软的。对对对。哇你嘞！超级咕咕咕啊！三十几啊！哎呦，还没有吞钩子哎，还是难得。我反应好够快的。哦。像鲶鱼一样哦，懂了。插入去坑的，又袂出来，落死啊！有影。哎哎哎，放进去，它还可以出去。哎、欸，出来出来出来。哎哎哎，就进去了，落死。刚刚整个卡住说，我把它放松了，让它游，就反而它游开了。哇，九班，我、哦、又进去，啊哩，哦。哇哩嘞嘞！现在已经在放水了，但是说实在的，放水会比较痒。哦哦，好痒嘞！哦，不就做嘞！哇哩嘞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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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卖冲崩，卖冲崩！哦，这边有草哦，莫怪多坑的溜未出来。因为它要离三离四啊，嗯，我怪多啊，溜未出来，顶个坑来，对，中了，都现在都是吃石头后面，哦，这边是补一下，是安怎？那刚刚不爱修，上班呢，都不爱修呢，我，要溜左边也未使，要溜右边也未使。哎呦，那个溜到位拢白动诶！哇，我错在啊，钻进去石头洞里面，落死啊！莫怪白动，伊都是要钻入去，落死有影，钻入去坑诶！哇哩嘞！哎、欸，快快快快快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哦哦哦哦哦！哎呀嘞，都要卡里去去看，我不卡里去，落死！我靠，要是几坑头两下，都要两只，怎么两只？啊，卡掉了，这下错在，这个超容易断的。哎，个跌个跌个跌，哦，落死！哎，九班吼，要卡断的机会很少，因为零点八号线。哦，这是小一点点呐、啊。哦哦哦，但是嘛是快呢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安尼嘛是袂歹啊。哦，个只被闭，安尼啊，个只被闭，小一两公分，中啦。哇，九班呐、啊！这边下面有苦花哦，还是钓系统？哦，哇哩嘞！哦，这派钓系统中的机会是微乎其微啊！也有香鱼啊！哦，这边搓呢！喂！哦！哇哇哇哇哇！被抽你的三哦，然后你的三中啦，九班啦、啊，一直被插下去，插下去九道坑诶。
来来来，哦，来飞回来，哇你嘞，哇你嘞。哦，不错哦，哎，我靠，好，我靠，好，这段体型都不错，你看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这个都不错了啊，嗯，这蛮没办啊，你看，曹操动了，九班呐、啊。我吃在洞里面哦，还有好几只。来来来来来，哦，下面有齿花呢，一直翻。等一下掉吸虫看会不会咬。哇，够吞进去哦，一下子就吞了呢，中了。是大红猫，还是大只一枝花？刚刚看到红红的一大片，哦。啊，一枝花，哦，好大、啊，哎、欸，大红猫，哦，你啊喂，啊你啊喂，臭便便，哇，臭便便，臭便便，哦，你啊喂，头那只大坑啊，你这大头呢，无啊长啊，都已经20万年。一天头才多少天？脚边都是鱼啊！你看，现在站落去，丢丢啊，有无？这个卡边啊，我游到我旁边来，这边全部都是，你看鬼狗啊，站落去啊，咬不掉了。这个蜜蜂越来越多，哦，去钓鱼整只手都是蜜蜂，像前几天才被叮了，吓死了！看到这个蜜蜂，现在讨厌的要死。啊，中午剩下的鱼吃一吃啊！哎呀，你看，蜜蜂一直要来，这只回去了。嗯，嗯，嗯，你就说家里面怎么多一只蟋蟀？嗯，多一只蟋蟀。嗯嗯嗯，哎哎哎，你跳进来的时代，抓不到，嗯，它掉，嗯，这个鱼太美味了，那些蜜蜂、蟋蟀都来吃了，谢谢，加加加加。再钓来炸，点钓到三点多，就不大想钓了。要四点我就想收了，收一收。不钓钓的好啊，贵点的好啊。刚我还有特地钓半个多小时的西哥，然后把。然后再吸溜一炸，这蜜蜂真的是，等一下再考虑看看要不要再吸溜一炸。四点多了，不钓了。今天整天天气都不错，几乎没有要下雨的迹象，但是也不会说大太阳大到哪里去，还不错了，运气很好，30%的降雨几率。没落就好，我是懒得钓啊，不然鱼还蛮多的。我后面钓半小时的西哥，想要带回去吃。在这个赖啊，浅浅的一漂都是西哥啊，想要带回去炸，后来想一想都懒了，订单啊，不爱钱啊。
棒棒整齐啊，两大黄猫。大红猫，哎哎哎呦，这拍这拍，这拍这拍，后来你先转去啦，好吧，你先转，哦，先去先去哦，大九班，今天九班大只还蛮多的呢，嗯，最主要是。三角菇啦，咕咕咕啦，这个钓三角菇，严格来讲，你技术爱就好诶，大概钩才袂死，才袂吞钩，啊无恁吼反应太慢了吼，几乎都吞钩啦，吞钩，因就拢变黄色的死啊，啊你看这，要养到黑色的，你要放。要放它回去之前，要养到这种黑，这种黑色还是正常的，哦，表示伊恢复得很好。诶，狗也无吞入去啊，然后，给它，哦，狗在跳，给它游恢复了。来来来，哇哇哇哇！那个狗在跳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放它哦，不然你会给它打掉。这三只刺吼，大家你手会麻去哦，它有毒素哦。哎呦喂！让我拍一下长度就好了。你看它，可见它是还是很有活力的。不是讲你要家己啊，你刚小闭一下就无得闭，你看。那个比你寸长。靠腰啊！我中奖了！啊，我中奖了！啊，中奖了！票砸掉！啊，好了好了，快点啦！哎，自动自己跳上去。迫不及待了，迫不及待了。哦，你看，它稍微不行，它就要变色，有没有？所以要好好给饲掉的。这只三十几啊啦，变长了。变成了哦，要活那么久，比此花还难得呢。拿回去了，对，对，去深一点地方，比此花还难得呢。哦，去，哎，对，哦，来正，